他怎么还有加入组群呢？像我这种百搭 UP 主还用加别人的组群吗？真的是根本他们就不会允许我加入。欢迎收看夏虫解说萧光二做个人吧第四话。在上一话中，我们在好兄弟哈肯的帮助下成功的拿到了身体标记器，也就是游戏中的健康码。而之后呢，哈肯也是大方的赠予了我们一个非常给力的装备，望远镜。有了这个神器，我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偷看别人戏，我们就可以对这座城市进行更深入的了解。至此，游戏的序章也正式结束，我们也终于进入了萧光二的开放世界中。在哈肯走后，我们又把玩了很长时间的望远镜啊，都没有看到什么人影。不过我们对于这座城市的地形可以说是已经了如指掌了。哇，我靠，我就而且在这段期间，我们也和周围的邻居相处得非常融洽。哎呦我去，我这回血呢，怎么就死了呢？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哈肯之前提到的集市，来看看在末世的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。哎，这怎么有个人呢？啊，在睡觉呢。你看邻居太好了，还给他垫了一个红色的毯子。看门口有什么东西，应该啥也没有啊，要不然就被其他人拿走了是吧？来着，打开。在等待哈肯消息期间，到集市里转一转。转晕了怎么办？我刚在原地转了三圈啊，有点晕。呀，女的还挺多，你说说这，我早干啥去了呢？哎，小心脚下！今天真是，我根本就不可能搞不定。我这一次一定要搞定，足够轻松，必须让他头上有个叹号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回事。咋回事？你是他们之前想绞死的那个漫游者啊？伙计，你运气可真好。是吗？我也想有这样的运气，差点被绞死的运气。的学徒啊，叹号任务啊，其实是游戏中的支线任务。既然这是游戏给我们提供的第一个支线任务，我们就跳过吧。哎，我们可以调查这里。你在找这些死人吗？亚布拉罕，他们失踪了，没什么。上面啊，墙上面啊，我还以为是上层的。那他们还贴告示？都快15年了，当时失踪了很多人，我邻居也丢了两个孩子。这里应该不是指鞋子吧？生活还得继续，只不过。没人有那个勇气去取下那些照片，但这毫无希望。自从夜行者消失之后，搜寻就等于结束了。询问关于米娅的事。你听说过那些被 GRE 拿去测试的孩子吗？哼，谁没参加过测试呢？年轻人、老人、瞎子还有聋子，所有人都想来寻找疫苗。有些人是为了钱，其他人则是为了对抗命运，不被感染。命运，但这却如同在维勒多的恶魔交易，和瘟疫一起锁在墙内，却又让你有机会成为全世界的救星。哼，最后病毒赢了，研究最终还是中断了。而孩子们呢？按照官方的口吻，从没人拿孩子做过实验。那谁能承认人权？还有别的废话。就是那非官方的说法呢？非官方的吗？显然有些孩子是被带出了城，剩下的呢，他们只是散落在城市各处罢了，都被遗弃了。要是他们没被感染者害死，那饥饿或者黑暗也会让他们没命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很久之前了，你自己当时也都还是个孩子呢。
以前我倒是遇到过其中的两个，是两个小女孩，估摸着她们俩有五六岁，而且似乎已经有个把月没吃东西了。她们叫什么名字？我不记得了，我丢给她们一些陈面包就离开了。她们当时正在发抖，我怕她们快变感染者了，红色的双眼，静脉曲张。我不知道她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，那些 GRE 的人都是些疯子。夜行者，再说详细一点。这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他们基本上都死了，夜行者还在时，就只有他们不畏惧在夜晚行动。他们总能救下那些没能抵达避难所的人，但如今整个组织只剩下少数人幸存，例如夜行者的昔日领袖弗兰克。他曾经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但现在他却总是在中心区用酒精麻醉自己，真不知道他这样还能坚持多久。上哪找他们？现在这些孩子都在哪里？这么多年之后，大部分应该都死了吧。如果有人幸运活下来，应该会在中心区附近吧，那里治安者多，比较容易生存。肯定有人知道更多情报。干嘛？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，你在调查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此时此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漫游者。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战。确实不容易。然后啊，就在我在大街上瞎溜达的时候，哈肯给我们来电话了。艾登，最近过得怎样？体验到城市生活的美妙了吗？我到处走了走。你知道吗？最棒的派对总是在市中心举行，我们下个目的地就是那儿。我计划好了怎么去那里，我马上就会告诉你一切。和我在地铁主站附近的屋顶碰面。有人并不害怕即将到来的黑夜，正当太阳落下，当黑暗降临，他们决定出发，然后战斗。他们身披群星降下的祝福。唱挺好啊。他们天再见。看这是哪儿，有没有什么搜集片？哈肯。啊，你的攀爬技术比我以前认识的一个疯女孩还要好。那必须的，她可真有两下子，她甚至想爬上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，那座 VNC 塔。她是你以前的爱人吗？差点就是了，但她脾气太火爆了，甚至我都受不了。怎么从这条路抵达市中心？好吧，你瞧，从这个屋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治安者的基地。啊。城里是治安者说算吗？治安者的管理方式。他们当然觉得自己是管理者，所以才需要这些制服和头衔。他们还把这些纹在身上，而且痴迷这种等级制度。嗯，可他们控制不了这座城市，至少不是全部的城市。谁控制剩余的地区？是上校和叛军。你不会在这里碰到他们的，暂时不会。你带我到这儿，就为了让我看这些治安者？这些治安者能帮你抵达市中心。我说过，我们只能从地铁隧道过去。我会进去吸引他们的注意，把他们从站台引开，然后你要尽快进入地铁技术站，那里有一个气闸室，我们一起从那里到达中心去。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放我过去吗？办不到，目前每个陌生人都会被他们当作谋杀指挥官的嫌犯。我有时会和他们做交易，我从女孩们那里运紫外线灯过来，或从暗区送点货过来，那里可能会有几个感染者，不过漫游者应该能搞定。等你到了地铁主站就和我联系，现在你最好睡一会儿，你到晚上才能出发，那时隧道里的感染者更少。太扯了，又是到晚上，天黑黑。跳锁工具夹。我的发唇，我看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生物。那玩意儿长什么样？体型不大，
但速度却非常快。大概是个狂奔者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，但没一定的狩猎技巧可是抓不到的。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，艾登，先去隧道。这底下很多人啊，呀，怎么回来了呢？撬锁！我操！这他喵的玩呢！哦，我有燃烧瓶了，对不对？啊！没烧起来啊！他喵的，必须得打他们了。OK， 搞定。都是空了，我去！他们这么穷。我的免疫力有点低下了。糟糕了，打开啊。30秒，What the fuck？ 他怎么就突然出现了呢？我得快点走了，因为我的免疫力不是特别多了。这个蘑菇 ，nice。哦，两个蘑菇可以。走啊，走啊！是。我在隧道了。好的，现在小心感染者，可能会出现即刻或几十个。我已经到了志愿者基地，我会从痛风狗扔一个紫外线信号弹，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地铁主站了。
击倒的。我去，这么多人啊！这蘑菇得拿着啊！哎，这边还有点东西。哇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！这有个移动的。还得撬锁，哇，一次就过了，这么强。不是，我往哪走啊？撬锁，我靠，都是撬锁吗？都需要撬锁吗？快没东西了，赶快撬锁。哎，还有人，OK， 快点快点，我需要紫外线刀。好吗好吗好吗，这个人很烦人。好，这边有抑制剂容器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，是这个吗？不是，不行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赶快做一些东西啊，我需要制作，我啥也没有，紫外线棒啊，我可以制作紫外线棒。然后怎么用啊？哦，舒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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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感觉很浪费啊。怎么还有个隐形的呀？哎，什么鬼？什么意思啊 ？What the fuck？ 这蘑菇得拿着。缺少供电。这个方向有抑制剂，
所以可能是这个关卡的福利。往哪儿走啊？啊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OK， 起开。哈肯，我到了信号弹的位置。来，你四处看看，通往主站的通道应该是亮堂堂的。我已经把守卫引到楼上了，我会和他们闲聊，好让你溜进去。就差一两分钟，浪费了一个。荧光棒，哎我去，吓我一跳，什么玩意儿，随地吐痰的呢吗？哦，哇哦，哈肯，我遇到麻烦了，哈肯，这谁呀？我是不是要去先解决那个怪啊？哎，这一下就解决了，让我捡呢，还捡了个肥皂。你干啥呢？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告诉我，我帮你。不说话呢？怎么？又要撬锁？蒙一个，蒙一个。哦，哎，非常棒。迷路，你知道吗？我会给你两包烟，再多一根都不行。志愿者，再见。哎，看不到，看不到啊！志愿者和哈肯。OK， 过来了。能过去吗？过不去。这么大声，不怕被人听到吗？哇哦！哈肯，我进来了。五包烟，你们考虑一下，我等会儿就回来。哎，猜就有点啥东西啊。我在站台上面。打开气闸，我马上就到。哎，搞点硬币。这边挺大一片区域呢，理论上应该有点啥东西啊。该死的！嘿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哎呦，我发现我了，我迷路了，我来上厕所的。糟糕！
他是从哪儿来的？他是从隧道过来的，该死的及时贱民，更像个叛军探子呀。安德森似乎不像是个叛军。我去，捆绑 play 啊，这是。他醒了。你在我们的基地里干什么？都说了我路过，想找厕所。市中心。中心区？除非你把杀死卢卡斯的凶手交出来，否则进隧道就免谈及时的渣子。卢卡斯是谁呀？你们这些人还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，隧道封闭的事情也全忘记了吗？我外地的，不知道出啥事了。也许要先把你的双手给剁了，应该就能让你长长记性了。不是，你给我份报纸我就记得了。四天前你在做什么？我是个漫游者，四天前我还在100公里之外的地方。够了，安德森，我们要的是真相，你这样威胁他是没有用的。可指挥官卢卡斯总是说卢卡斯死了，现在我才是头。你已经看过报告了，一名漫游者最近出现在了集市，看来他并没有说谎。先退下，中士，我想跟他单独谈谈。我去，还没玩呢就松绑了。你从哪儿过来的？克罗斯戴尔河。那里距离这个地方有1500多公里。我走了2000多公里，高速公路上的桥塌了，没有直接过来的路。而你居然能够走这么远，厉害呀。还行吧，为了凑卫星部署。这些天外面情况如何？问问他。你上次离开这座城市是什么时候？大概15年前。现在城外的幸存者少了很多，而感染者增加了很多。合情合理，大部分人宁愿在这个鬼地方苟活，因为城外的情况只会更糟。我和我妻子以前住在英格兰，家里还有2个姊妹2个兄弟，我已经有10年没有他们的消息了。他们当时住在哪儿？就住在伦敦附近。据我所知，伦敦已经不存在了，整座岛现在大概就只剩4个定居点了。真是操了。为什么觉得是我杀了你们的指挥官？因为你试图在谋杀案发生4天后逃到中心区去。更何况如果我是卡尔，我也会雇佣一个陌生人来干掉卢卡斯，干净不留痕迹。我不知道卡尔是谁。你马上就会知道了，卡尔肯定是那个幕后黑手，卑鄙的伪君子，让整个集市的人都和我们作对，而我们却一直都在保护他们。你以为墙外什么情况？你根本想象不到危险会从何而来，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危机，新的威胁。那你是来寻求庇护的？我来这里是来找人的，据说很多人都在维勒多活了下来。你在找人？也许我能帮你，但这可不是免费的。我习惯做生意了，你想要什么？开门见山，这很好。除非我能找到杀指挥官卢卡斯的凶手，否则隧道就不会开放。有人在集市发现了他的尸体，而且死状很惨。然而集市的居民却拒绝合作，忠诚又一身傲骨的集市人不可能供出自己的同伴。但上面已经失去了耐心。我已经接到了最高层的命令，漫游者，要是旧维勒德的居民继续造反，那我们就会派部队过来，然后把集市夷为平地。我得避免这一切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卢卡斯有一件武器，是一套叫拉扎勒斯的黄铜纸虎，这可是找到凶手的关键。如果你打听到拉扎勒斯的消息，记得告诉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回报的。这东西非常值钱，而我们却没在他的尸体上找到，我觉得一定是被集市的人给拿走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而且我为什么要跟你703号？你袭击了我，
没有证据就给我扣上了杀人犯的帽子。我们的确鲁莽了，你显然不是凶手。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去调查呢？我在这里可没什么熟人。那正是你的优势，没人会和我们说话的。对他们来讲，我们可是占领军，可事实上是我们在清理感染者以及逮捕罪犯，但他们都不在乎，只在乎我们吃了他们的食物，还喝了他们的水。但你是个漫游者，你们可以用许多方式来帮助人民，而且你是从外边来的，他们会相信。外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半斤塔嘛、听着，我们可是你的唯一指望了、要是你想进入市中心，那就帮忙。那么集市的人能杀吗？杀了他们不跟你急吗？不知道为啥他叫集市吗？我会试试，先给他画饼，那在上面撒点芝麻。那我要是找到那件武器，你就能让我进入市中心？这可没那么简单，维勒多遭受的苦难够多了。首先他因为感染而被与世隔绝，然后围墙又成了他的守护神，但这里的人们却从此变得不再轻易相信他人。在抓到凶手前，我是不会打开通路的，但要是你能找到拉扎勒斯，我会记住你这份人情的。惩治完凶手，你会是第一个通过隧道的。行吧，看来我是别无选择了，我会试试的。我不仅要当漫游者，还要当福尔摩斯。四处看看，问问遇到的人，千万别空手而回。祝你好运。我就为了找个妹妹，居然要救下这个城市吗？